晚上好。我整了个半扎，自己乱扎一番，然后现在把这旁边留了点头发，然后现在觉得好挡眼睛啊。对，今天是度假风，粉丝送的。我如果就是这种风格，是我如果自己逛淘宝绝对不会买的风格的衣服。确实穿着拖鞋，无语。咱是耳环，这样吗？耳环在这边，但是它是黑色，完全看不到。我之前跳舞的时候戴了这个，就是它可以取下来的这种，结果我跳完舞它就消失不见。对，摘鸭摘摘摘椰子，我是不愿透露姓名的路人。路人 Z，陈 Sir 是路过的 C，路人 C。不习惯，不习惯也给我习惯好吗？难得晚上没有课好吗？我想播了，躺床上了。路人甲，什么梗？这是什么谐音梗？我不知道哦。对，路过的网友 Z。路过路人甲，好了，谢谢鱼哥送的六个啾啾。你叫我直播到凌晨，我就直播到凌晨。指挥我。我偏偏不，我偏偏我现在就下了。让我直播到凌晨，想让我死是吧？现在才8:30嘞。接着上班，加油加油！现在我很难直播到凌晨，好吗？谢谢 Lam 送3个应援棒，哎，我本来今天，哦，谢谢小杨送的一个皇冠，这就是挽留我的方法吗？播不了那么久啊。可能也就1个多小时吧。如果播太久了，我就没有话讲了。我是一个很无趣的人，我的生活非常无趣，我没有那么多有趣的事情可以讲给你们听。点到即止，我也是这种。有趣的也不是，只是我的大脑可能只能运转1个多小时。我说我哪里有无时无刻在耍酷？我瘸着路走的时候才不酷好吗？我今天就是不是排了我拉票的舞吗？我说非常激烈的舞，真的没有骗你们。我排完之后，我直接伤又复发，我又痛了。然后所以我想，播完我就躺床上，我用那个电疗片电一下我自己。然后我就瘸着路走，我想一想，根本不酷呢。不是膝盖，是我梨状肌。谢谢小胖和小波，会发电送的一个啾啾。
躺着播，你想的挺美。这到底是对我的一个舒服的方法，还是一个对你们看着舒服的方法呢？该工作的时候就要工作，好吗？而且我这样坐着还好，就是如果要走的话，我就不行。对，到底是你们的福利还是我的福利？有一点痛。不走路的话还好。唉，你们即将听到我2019年的音源。我找 CKG 的声乐部的老师要了我自己的音源，到时候放我自己的。谢谢子佑送的花下秋千，谢谢。2019年不是国瑞，2019年是龙湖，好吗？龙湖时期的姻缘。对，坐着躺着播无所谓，那我站着播，罚站。MC 最后一排罚站。我想起我看那个录播，好搞笑，我就是看了 MCE 的录播嘛，然后他们不是讲什么朋友圈有趣的事嘛，然后李珊珊在看朋友圈，但是就是刷手机，但是我没有想到他那个导播他切了李珊珊这一片儿的人，我只以为只拍到了他，然后我就在那罚站面无表情，然后这不是最好笑的，是旁边的杨媛媛拍到他了，他在那里他在干什么，我真的一整个大爆笑，我不知道在干什么，不知道在抢什么镜。他回头看一下啊，拍到自己了。然后我跟我一个对比，我是在，因为根本就没想到会拍到自己，就是那个对比很好笑。谢谢不叫鸡翅送的一个棒棒糖。一整个大爆笑是从我这来的吗？不是吧，我应该也是在 B 站哪里学的吧。我一整个大无语，我一整个大爆笑。右站镜头，哎，可惜都没有左站镜头。谢谢慢半拍的温吞鬼送的一个花下秋千，我这口音真是。那是爪巴鱼，什么爪巴鱼，纸片人好吗？纸片人都爱用爆笑我一整个。是吗？我自己没有感觉，我喜欢用这些，舍得扎起来了，是因为这是我自己扎的，我根本没有抓那么多头发，我只扎了表面的一层，这可能就是头发多的困扰吧，我只扎了表面上的一层，然后现在就看还好。喜欢用这些语气词，确实的。因为我不能用我重庆话的那些语气词，我就只能用这些形容词，这是我的一个退步啊，不，这是我的一个让步。我就应该买个椰子抱着是吧，香蕉可以吗？不行不行，该拿个什么呢？我的手持电风扇。翘个二郎腿，但你们看不到哈。没有榴莲。在夏威夷卖香蕉。可以吗？新的商机出现了，美女，你的益达
对不起，绿界。风力很大，这是因为我充满了电，我当时的时候电已经不够用。贱，说谁贱？哎，你们都不知道我当时有多惨，我拿着那个手持电风扇。嘟嘟，我本来还以为我穿着这个衬衫会很丑的，结果现在穿出了一个大老风，插一个金链子。盖棉被，救命啊！广州已经热到在蒸桑拿。我们排练完的时候，就是排练室开着空调嘛，结果一出那个叫什么，哦。哦，这不是金链子，我是银链子。一出教室门就跟那个桑拿房一样。墨镜，手表好像没有，墨镜应该有。今天趁着没有工作呢，是专门开着飞机来了一趟夏威夷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透过屏幕感受到夏威夷的风情？看这海风吹来的，不，这海吹来的风，太舒服了。好想给你们带一瓶来自夏威夷的空气，密封起来。有点冷。来个椰子，椰子我们都是直接上树直接爬，是直接抓敲的。我这一身行头有点不太方便去摘。上树啃还是你厉害。剩下好声音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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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用意念让椰子下来。在学校外不能使用魔法，你的老师没有教你吗？不行，没那么，还是墨镜子好。就这样吧，头发都给我吹乱了。就是啊，你上次已经被处罚了，你再处罚可就要被开除了哟。你输了。我昨天看 B 站看到一个贼好笑的一个视频，就是他讲那个，等一下我忘了他说了什么。我先想想，
算了，我忘了。这个头发长度，不不不，我这个头发我觉得很好啊，就刚就差点到肩，我就觉得很舒服。读不起来，可能没存档吧。我看看我的历史记录，看能不能找到。应该找不到。哦，想起来了一半儿，我再点开看看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他说减肥的人一般就是减个多少斤啊？25斤，也就减不下去了。为什么呢？这是因为你的 DNA 导致的，你的 DNA 影响了你继续瘦下去，因为你的 DNA 你瘦不下去，你只能最多瘦到25斤，好像是啊。然后我就在想，已经可以开始扯到 DNA 了吗？你胖了30斤，说明你就不会再胖了，继续吃。随便打包了点，我打包了好多，还是好多。减肥方法，抱着魔芋吃吧，抱着魔芋啃。我今天我买的烤面包机到了，我一来就烤糊了。烤糊了两片，而且感觉烤面包机还是要用那种白面包，全麦面包就很容易烤糊。主要是它弹出来了，然后完了之后，我以为是我当时随便弄了一下才让它弹出来了，其实是没有时间到，结果其实是时间到了，然后我又把它按回去了，按回去我就说玩会儿手机，然后玩着玩着就忘了，还是贵君闻到味了，说你这个是不是烤糊了。对，是我放久了，加上火力的原因吧，可以开小一点，但是烤面包真的好吃。我昨天晚上饿得要死，但是我明明10点钟的时候，就是在开电台之前，我吃了紫薯燕麦的，结果我还是好饿，可能完全不顶饱吧，这个燕麦。面包机一般都是当天到呀，京东买。对，我也好喜欢那种脆脆的。我不抹黄油，我就喜欢干吃。减肥的话需要限制吃多少吗？不用，因为燕麦很容易饱，你就算给你很多你也吃不完。我不喜欢抹酱，我就喜欢吃干的。对，燕麦算粗粮了。
我现在越说越饿，我现在饿得好快。今天没有下厨，今天都吃的食堂。但是你的燕麦你要买那种，你不要买那种就是加很多水果干那种东西，那就没用了。谢谢胖胖脑电波送的一个巧克力，谢谢伊布送的水晶弹弓，晚上吃的食堂。是纯燕，你肯定要加点别的啊，比如说我的话，我就加紫薯，然后再加一点点代糖，放点水果，不是水果干啊，水果，放点低卡的水果。我就当时不是拍了照吗？放了青提、圣女果，还有蓝莓。我等会儿又想去弄了，我现在贼喜欢吃紫薯。你燕麦加盐和辣椒油，我是无语。你都是那种吃豆腐脑吃辣的那种人吧？辣派辣党，零糖酸奶泡燕麦，泡酸奶啊，不泡燕麦，还没有试过这种吃法。不爱吃甜的是好事。我好久没吃豆腐脑了，我也不知道自己喜欢吃什么。我觉得纯燕麦的味道已经比纯魔芋要好多了。No， 这个样子，那你这个应该是即食麦片。我不是即食麦片，我买的是要煮一下的，我也打算下次买即食的。汤包之心，我中心好像附近有。对，就是那种市场卖的那种魔芋块，哇。就是这个种魔芋让我小时候尝了一口之后对这个产生了心理阴影，就没有做任何的调料那种。然后我就记得小学食堂时候有做过这种，然后我就产生了心理阴影。还有一个让我产生心理阴影的是食堂的面疙瘩，那种一坨一坨的，贼难吃。我的粉饼好像落在画中间了。挖出来的，你就不可能从地里挖出来就开始抱着啃吧？我说的是某一块儿抱着啃的。我觉得可能也是说是做法不一样吧。反正我小学学校食堂的就好难吃哦。对，今天不是史努比，今天不是睡衣。我怎么感觉我肩这么圆呢，这么驼呢？还有一种面是我不太能接受的，刀削面。我不太喜欢那种一块一块的。然后我喜欢吃那种水面。我前段时间我才知道水面的全称原来是碱水面，我以为只有碱水面包。被模型磨掉了可能吧，也可能是我没有锁过。对，今天是西斯塔风。化妆的时候我就把手机放着
再打西斯塔的脚面，揉出来面做的是揉出来面。碱水面也是揉出来的呀，比如说不喜欢那种人为撕、人为做出来的形状。我真的是无语了，我今天怎么这么多 music 呀？能不能？对，小面也是碱水面，小面如果是挂面的话就没那味了。就喜欢碱水面，但是越说越饿，真的无语了。可惜我都没带吃的，倒是有杯水，泡的那个茶颜悦色的茶包，桂花乌龙茶包，加上光明牌的牛奶。米饭米粉喜欢新疆炒米粉的米粉，也喜欢螺蛳粉的粉，还有一个是我忘了哪个地儿的面，算了。对，下午泡的是咖啡，桂林啤什么是吗？好像不是，下午是咖啡配牛奶拿铁。咖啡拿铁，海南粉，当时不是吃了你推荐那个什么粉吗？你问我，我忘记那个是什么粉，反正酸酸辣辣的，忘记了。谢谢塔塔送的九个巧克力，酸粉，对，酸粉，吃了酸粉，我不知道有什么区别。对啊，玻璃的呀，然后呢？有什么问题吗？你这海南粉你觉得更好吃，那你为什么当时没有推荐海南粉，你推荐的是酸粉。点外卖不想自己拿，我们现在也是要拿外卖的话要下楼，我根本没有出门的勇气。你推荐了的，那说明你两个都推荐了，结果我看中了那个，你就应该一心一意的推荐海南粉。你已经点完外卖了怎么办？那我等会煮个魔芋面吧，实在是有点饿，主要是昨天晚上饿的真的是很难受，我觉得会瘦。遵义牛肉粉怎么这么多乱七八糟的粉？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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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。怎么才九点不到？我应该开播前应该有想好我要讲什么的，但是我现在一个都想不起来，还是说我本来就没有什么能讲的话呀？我的生活真的很你怎么说带走吧，我根本就没想起来，让我来想想，让我来想想，我从我的第人生第一天啊，不最早上开始，我是梦到什么呢？好吧，我从我的梦先开始梦啊，不先从我的梦开始讲我的梦。我今天不是梦到谢飞吗？然后除了最后我醒来前的那个场景比较熟，有比较记忆比较深以外，还有一件事记忆比较深，是有我不知道是谁
他睡着了，在我旁边睡着了，我带着笑意打开了游戏，跟他的游戏角色配了一个情侣装。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游戏，我也不知道我旁边的人到底是谁，但是我就记得我把那个性别换成了男，然后配了一套情侣装，然后甚至还在带着笑意在期待他看到醒来后看到的反应。反正是古装风的一个游戏，我就是什么游戏都可能啊，我也不知道是哪个游戏。真的很离谱，我的梦。就除了这件事，没有别的事印象深刻了。还有就是我不是最后在房间里面看海报吗？在那之前，就是好像是我和谁呀、啊？就是我不是有海报吗？我和一个人和一个谢飞的海报贴在墙上，就是。除了谢飞的那个另外那个人，好像是我跟他一个宿舍吧，然后好像是被成员看到了，被别的成员看到了，我们俩进一个房间，然后他们就敲门来问我，是刚刚是谁进了你房间？我说啊，只有我一个人啊，然后就这样把人家敷衍走了，然后我就是到房间开始看海报，好。我在做什么梦啊？我觉得是可能是排节目排出来，但是我没有排那个节目啊，我后来把那个节目取消了的，我根本就辞不跳那个节目。我不是睡不觉啊，我也算是睡不觉了。什么啊？我以为你说的就是我之前订的那个节目呢，你怎么在啊？难道我现在和瑞子和谢飞跳的那个舞能影响到我做这种梦？我和谢飞、瑞子跳的那个舞是追梦少女，热血，fighter，干巴爹。和爱家的跟这个也一点关系都没有啊，很正经的，我和爱家的那个节目，是之前那个节目，我以为你说的是之前那个节目，然后这次打算在那个放在隐藏曲里面跳，怎么感觉你是？不是说游戏啊。我是说这种剧情，就是当渣女的剧情。我懵了。反正那个节目留到隐藏曲目，之后再说吧。虽然我当时我到时候请的。成员在我梦里一个都没出现，放进潜意识，不，我有时候做梦的时候，就是我平时根本不会想到的人会出现，很离谱。哼，放进潜意识。要不然就这样。哎呀，不要 Muse 的歌好不好呀、啊？我没有那么多 Muse 的歌呀、啊，给我听烦了。再想想啊，梦里面哦，我不是约等于睡梦觉嘛，就是因为我上午的时候接了3个电话，我真的无语死了，全是那种，我都忘了是些什么东西人给我打电话。有那种机器人的那种，也有，
也有说什么你的快递巴拉巴拉，你快递你放在那儿不就得了？你非要给我打个电话，真的是烦死了。就反正一上午打了3个电话，我真的烦死了。谁懂？谁懂？睡个觉被电话吵醒的感觉。开着你的病床，你怎么开你的病床？你的病床有方向盘。我开了呀，我开了静音了，但是没开免打扰。我因为我怕错过什么重要消息的。然后本来定的2点钟闹钟，结果1点钟。就被微信连着发6个微信给我震醒了，啊，我好无奈。关键是内容和我毫无关系的内容。就是震动啊，就是有时候震，唉，还是开免打扰吧，啊，还是我直接关机，好吧？我睡眠是比较浅，主要是因为就已经被3个电话吵醒过了，我很难睡熟了。主要是这几天没有那个排练嘛，啊，不是没有重要的工作嘛，都是排练。像今天其实是没有排练的，只是我自己加排拉票的。然后明天的话就是4-8班的排练。哈，这周不用4-8班到处跑了。我上周就是，我想着我上8班的前半场嘛，然后我说我想着我在8班先跟着他们排一下，主要是8班站位我也是好久没排，没有跳过了。可能忘了，我就想着我先在那边合吧，结果老师就发着微信在4班的微那个钉钉群艾特我，人呢？然后我就说我在8班呢。那不敢，连上4场，是很累了，但是。结果上来看，我觉得还是值得的。就是我不怕累，但是呢，我希望我累的，我累，但是我物有所什么呢？就是做的这一切都是值得的，都是有回报的，都是物有所值的，有价值的。我不希望就是我很努力了，结果。什么都没得到，不仅什么都没得到，可能还倒贴。6号5场，在啊。六号先是4班跳公演嘛，跳完了之后，先跟他们一起出去拆盘，是拆盘嘛，电源电一会儿，然后就进来准备拉票。谢谢纸片人会向往二维天空妈送的99个冤棒。也没有全勤，也没有全勤，我不上八班的，哦不，我不上八班的大哥和 MC，没有小 MC，只有大 MC，但是我想着，就算了吧，大 MC 也不上了，就直接准备拉票。谢谢路人甲的好朋友送了2个秋天奶茶。你全勤哦，你全勤，你说出来干什么？每次都是你在那里说你的事，然后我以为说是我的事，一整个大误会。也吃烧烤，好，出去，离开我的直播间。对，8班只上拉票。再吃雪糕，出去。
离开我的直播间，看到这个叉没有？点开它。还没吃的人可以留下。我是说让你们直播的时候带上吃的，但是我没有让你们带这么好吃的东西。带一个白开水差不多得了。吃章鱼小丸子和咖喱的人滚着出去，吃烧烤的那个爬着出去。还有没有？还有没有？还有个飞着出去的位置可以留给你。吃作业，不要吃作业呀。你怎么可能交作业，你跟老师说，老师作业被我吃了。烧烤不好吃，那你扔了还是可以留下的。711捞面和鱼蛋丝滑立场，什么东西玩意儿？你遁地走吧，你遁着走。螺蛳粉，好了，你可以飞着走了，这个光荣的位置让给你。你不要把我们直播间的人给熏到喽，臭臭。要点 face， 不要在直播间吃这么臭的东西。5号6号是正常公演啊！天哪，我可以不正常公演吗？我有这个选项吗？就是有时候大家就每天都在，每周都在问，每周都在问，给我啊！一般有情况我会通知大家的，好吗？不通知就说明我只上四班，而且还是两天都在，两场都在。如果我通知了，就会说明清楚我什么时候上，什么时候不上，哪场上，哪场不上，还是哪场都上，或者是哪场都不上。如果没有说的话，就只上四班，只有拉票，哪有这么好的事情？拉票只是你工作外的东西，就是正常工作外的东西，就是加班。正常工作你该工作还是要工作，你加班是另外的价钱，不是，另外的工作。你上哪场无所谓，管就是粉丝们的开心，你们开心了，我呢？有谁有考虑过苏拉的改心情呢？无人在意。笑死，四八加钱啊，不对，加班没有钱。现在就在加班，大家一起加班。没那么压抑了，要多压抑？你说只要粉丝开心就好，我要说什么？我要说什么？我迷惑了。什么是压抑的回答？什么是不压抑的回答？粉丝得多加钱。不吧，你们看我那场的公演要加钱吗？我还没有火到这种程度吧。
我觉得能坐满场就已经是意料之外了。我对自己的人气没有那么自信。加钱买超 V，为什么要加钱？哦，就是本来之前不打算买 V 的吗？好，欢迎超 V。欢迎超威大驾光临我的直播间，欢迎，热烈欢迎！聊了几场票，到时候我6月6号电源可能电不了多久哈。左超，哟，一起投大盘，我不懂哎，我不懂这是些什么东西，从来没搞懂过。うだだ寝したら星の仕掛けと寝れるかな儚い夢の灯台自転車ルール前で好的，我也不想弄，没有那么多钱。度假的人不需要想那么多，我在度假。清补凉，好想再吃一次哦！之前在海南吃清补凉的时候就好好吃哦，但是我现在不敢吃，减肥人一定要尽量避免吃甜品。你在隔离？又被隔离了。清补凉不是汤呀，清补凉是甜品。考完试，哇，恭喜耶，考完试啦！对，广州现在疫情还是有点严重的，要好好斟酌一下哈，斟酌一下到底要不要来。糖水就是甜品啊，不是吗？花甲粉和拌鸡架，胖死你！大元帅府，那是哪？还喝了奶茶，没救了你！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直播一直在讲吃的，关键是我自己都已经停嘴了，这些人还在讲，是有多饿啊你们？好好吃饭不行吗？吃了饭，下次吃了饭再来看直播，OK？我本来没饿呢。被你们给说饿了。
Golden 咱有家的感觉，我家没这么多人呢，我家来客人我都躲在房间里的哟。这个家增加好热闹。社恐谁懂，太热闹了，棒。不让我住下，怎么我不能住下，什么意思？我也想过夏天度假不好，曾家有个姑娘叫曾家，曾家她来自曾家，确实很夏天啊，我就在剧场都看到好几个粉丝穿过这种，可能是专门到中泰来度假吧，过夏天。你说这个图案有紫色吗？我不知道。打领带，那确实是很尴尬，从来没有见过夏威夷衬衫打领带。我看的粉丝不太记得了，我哪记得那么清楚呢？那我建议你看目送录播，好吧，看得清清楚楚，我很难记住。没有，他说的是紫色的这种衬衫，不是说紫色的衬衫，不是说紫色的 T 恤，是要这种夏威夷衬衫。音乐副本子，再剪视频，再加班哦。让我想想，我还没有别的有趣的事。我的一天，我看看，弹幕都看不过来，这不是梦寐以求的事情吗？以前不是隔很久才几条弹幕吗？唉，我的一天，我想想。哦，像这个事情，我在排练的时候碰到有个成员，就是他跟我说他要跳什么歌，然后他就在 B 站上面搜这首歌 Focus， 然后一点开就是我，然后我说你不要看我跳的，我当时乱跳的，我说这样，我说我现在重新扒这个舞，我都感觉我在学新的，我都不知道我以前在跳个什么东西。
是真的，但是这个歌我是三个人跳，他是一个人跳。有奖竞猜，有什么奖？奖励你一个 Hackshoe，耶！又缩小了。我前面说的我和谢飞、龙一瑞一起排练，是没有发现这是三人的 unit 吗？是谁不算人，还是谁算两个人？为什么现在才发现是三人 unit？懂你懂个锤！无语了，为什么我手指突然沾上了昨天撒那个亮片？都整一个发型。对，我昨天晚上就在跟谢飞在说，他说他要接头发，然后我说那，我说你把它拆了吧，要不，没有这样才有，才就是看见我们三个像一个人一样。他说要不让瑞子接长发吧，就是我前一个节目我也要接长发，然后。他说要不让瑞子接长发吧，我说不行，这个舞如果接长发的话，我就不敢跳了，因为他有各种甩头的动作，到时候我接了我怕我假发飞出来。然后这周打算先试个水接长发。黑黑是折叠自行车，什么折叠自行车？什么折叠自行车？这是我的麦克风，这是防喷罩，什么什么自行车？直接这样开走了是吗？我是交警，我的麦克风，喂，前面站住！扩音麦克风是吗？想象力非常丰富，这个是什么呢？那这个你说这个是什么呢？这个是后视镜是吗？我有铃铛在这儿是吗？当当当当当，前面的 SB 12345，请靠边停下。48的 SB 啊。四八，一二三四五六，请靠边停下，还挺小巧哈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什么儿童用具呢。车把哪里像啊？你们之前还说这是挂面呢，笑别人。大哥不说二哥，哪有这么粗的挂面啊？你这面怎么还彩色的？五彩面。乌冬挂面，乌冬也是用挂出来的吗？不知道这些人在笑别人什么？一个能把这个挂件看成挂面的人，在笑别人把麦克风看成自行车的人，我不知道在笑什么。
用什么定型，我没定型，我就没喷，我都没喷胶。脑子装在脑袋上是用来思考的，不是拿来当做装饰品的，米娜桑。黑洞不，黑洞，众所可能不知，黑洞不是说它就是黑的。老蛙笑猪黑。黑洞也有可能是彩色的，就是那个猫猫头，然后它的背后是彩色的那个宇宙。奇怪的知识增加了。增加的知识，奇怪了。如果脑子不需要的话，可以捐给有用的人。哎，脑子可以移植吗？不能吧，可惜了，连移植都没人要。可以上火锅了。也不知道是什么味儿的，也确实你们应该是猪脑子的味道吧。怎么又说到吃的了呀？我求你们正常一点好吗？能不能说点吃以外的东西？连阴阳怪气都能扯到吃的，我真的不知道你们以后遇到需要骂人的地方，你们怎么办呢？你跟别人对骂，别人说你脑子有病，你说啊脑花什么脑花，什么脑子？什么脑子？是烧烤脑花，是烧烤脑子还是火锅脑子啊？对你们的未来产生了担忧。长点心吧。四二姐的池子，什么吃？什么吃？吃什么？不懂，我不懂，搞不懂。我觉得算了，怎么又是 Love Live 的歌？能不能？Love Live 滚出我的歌来！好，我要想起一个我要讲的一个事情，又是今年的事情，虽然不是什么趣事，是一个很理智的故事。就是我不是排练完嘛，然后我和瑞子一起上就是坐电梯，然后我就跟他讲，就是我拉票嘛，我表演嘛，然后就说如果就是稿子念完了之后，如果还有时间的话，我应该唱个什么歌呢，就是预备着，要是如果时间够的话就唱，如果时间不够的话就不唱的这么一首
备选的歌，然后我再让他帮我想，然后其实是有一首歌我是想唱，但是呢，但是我有一点担心，有点担心，就是思考了很多，到时候再讲啊。然后就是，然后他就安慰我嘛，他说你不要想那么多，你就是那个，就是不喜欢你的人的话，就算你跳你唱什么，他们都会说你的不好，巴拉巴拉巴，就反正各种安慰我，觉得好感动哦。瑞子人真的很好，谢飞人也很好。谢飞昨天晚上本来说就是要不要换个人的，他说他怕给我跳闸，他说他觉得这个舞有点难，他说他怕给我跳闸，我说相信自己 we can try， 然后对啊，我就在讨论唱什么，就是给他我说我要唱什么唱什么，他说我就说我其实更想唱这个，但是我觉得巴拉巴拉巴拉，他说你不要这么觉得，就是如果你想唱这个的话就唱这个巴拉巴拉，然后就对，反正说了很多好话安慰我的话。对啊，我就想你都能跳咱哪还能谁跳好啊，然后就还是让他来跳好了。谢飞也是个大好人呢。然后今天我们就是先有中间有休息时间嘛，我说我之后请他们吃那个串串，然后说不用，我们这种挑一首歌的你差不多请喝个奶茶就够了，就他们两个都说请喝个奶茶就够了，就一首歌多大个事儿啊，就是这种。然后我就哪有这种人啊，人家想请你吃大餐你都不干，你非要让我请你吃点便宜的东西。对对对，就是我跟瑞子讲我担心的一些事情，然后他就安慰我。对，真的是，其实是我想吃，因为我没有吃过那个串串，其实就是成员们都在讲那个串串，就说哎有没有人吃这个串串，有没有人吃这个串串，但是我从来没有吃过一次，然后我就想着我想去吃，结果他们然后他们想给我省钱对吧，他说别人那种跳完一场的请吃个海底捞什么的比较正常，因为你跳了那么多歌嘛，然后而且关键是人家也不缺钱，他说就请客也不缺那点请客的钱，就是他甚至已经在考虑我的经济情况了，我就觉得好感动啊，怎么会有这么好的人。谢谢夜妖送的一个啾啾，陪我一下。不，如果我想，如果我只是这样的话，就是如果不要让他们给钱的话，我宁愿自己去吃，我是这个。或者说别人说啊有没有人要去吃这样这样，就是我不会主动，我没办法主动去约别人，而且我叫他们去吃也是带有目的性的，就是为了感谢他们助演这种。啊算了，就是如果我不是带着目的性去请他们吃饭的话，我一般出去吃饭我一个人出去的。谢谢小胡送的一个啾啾。其实我也没有那么想吃，我就算这么说，我就是想请你们吃，必须去，他们也肯定会拒绝，他们是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么心思细腻的人。哎呀，我其实没有那么想吃啦，我想趁着这个机会去完成之前想吃的东西，但是如果说是不趁着这个机会的话，我就是我去不去吃也无所谓那种。谢谢黄金之风里面秒送的一个啾啾，谢谢小王送的十个啾啾。对，他们甚至在担心我的收入情况，
可能是单纯怕吃穷。谁说我要养长头发？从哪儿听来的？我要在头上扎个桃心儿。扎了好几次头发，扎头发和养头发、养长发有什么关系吗？拜拜拜拜，我不留长头发，但是我这周会接长头发，因为我要试一下下周拉票的造型，我怕我跳舞给它跳掉了，所以一定得先实验一下。我是那种做事必须提前做好准备，打好功底的那种，不然的话临时出状况，我很讨厌这样。像是上次，我什么都想好了，但是我万万没有想到是妆发姐姐会不在，还得提前留住她，然后结果就是导致我的那个帽子。对，反正这周先试嘛。反正大哥甩掉了也不是很特别丢人的事情，鞋，成员们在舞台上把鞋都甩飞给我好几次了，还怕这一次甩头啊？其实我是觉得其实不用怕了，主要是看好不好看，或者说要剪多少的长度这种，因为平时其他成员也有接长发嘛，其实姐姐肯定知道该怎么固定的。这个倒是不用担心，到时有个问题就是，到时候拉票前我一定得把妆发姐姐留住，或者说我四班公演完我就去把她接了，然后就开始准备电源，这样的话就不用就是让那个妆发姐姐等很久。理发店接不是，假发片，我哪有钱去理发店接发啊？头上把头发掉掉，不行哦。公司报销哪有这么好的事儿啊？是啊，就是假发片去找妆发姐姐接啊。刚刚不是说有人去理发店那个吗？哥弟早关了，哥弟都已经被拆了，又在建新的了。虽然我不知道那个。离开了梅女士，你想知道为什么吗？那1000块钱是服装类的，提醒我了。我跟你说，我好惨，我不是买道具就买了500多吗？结果姐姐跟我说，那1000块钱只能用于服装上，所以说如果我要报这1000块钱的话，还得在那个再去开那种服装类的发票去报，才能把这1000块钱填满。然后我想着我古装那两套买成500多，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三人 unit 那个买了个半裙，跟他们搭一个颜色的那个半裙，花了200多，这样加起来也才700多，不到800。哎，我真的没想到，大家有没有多？算了，你们也不行，得开公司的发票，所以说我为了去报这个钱，我还得再买衣服。找天猫旗舰店这种，痛 T 买不了，得是那种天猫的旗舰店这种的，它才能开。唉，我昨天本来想去买你们说的那个淘宝888啊，不对，88 VIP 的，正准备付款了，余额不足。我连88块钱都没有了，
然后我看到那个就是打开那个界面之后，我看到有一个店是那个 UR 的，是吗？是叫 UR 吗？然后好像还看中了 UR 的衣服的，到时候可以买 UR 的衣服。什么时候能有呢？我也好想知道，我也不知道这个月的鸡腿能不能凑齐呢。个人发票，我肯定不是开个人发票吧，我要开公司的抬头的，对吧？ Urban 不知道，我昨天看到一个 UR 的一个鞋，我不知道算不算服装嘞，还差多少呢？我记不得了，当然是越多越整超了，我觉得下个月很难不很难亏吧，下个月可就完了，我又要加工作了，老师给我发钉钉了，哎，也还好也还好，不是什么大问题，就是一个就是这周的 B 组，这周四班的 B 组。还要跳，就是跳三个 unit， 借口 ，Who I Am 和浪漫火箭都是跳过的位置啊，倒是，只是到时候会很赶。谢谢阿紫紫送的旋转木马，谢谢。但是我也不知道 B 组是周六还是周日，我没有看，反正到时候你们看就完事了，管他呢，是不是呢？粉丝们看得开心就好。谢谢阿紫紫送的一个放风筝，谢谢。对，真的随时待命。也不知道丹妮为什么觉得我是那种不行的人，但我明明是公司安排，我就我行。公司的任务保证完成任务，公司的命令保证完成任务。我可能说不行是说我不行，可能就说，就比如说是我是耶，看嘛，我这坐着都能消失，我这个东西。然后就是我圣诞那场不是 MC 吗，罗涵也非要拉着我去讲那个 MC， 我说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，可能是说这个不行，对，而不是说下达了任务我说不行，我哪有那种，我哪有那个能力啊，我哪有那个底气说我不哦就是不行，我哪有那个本事去拒绝啊，我只能说好吧，我只能这样。对对对，就是那个如果收到如果就是怎么让大佬就是给你投有骨气。开心了兄弟们。哦，说做项目是吗？哦，那确实，他就是一直在喊我，说啦去不是，他不是要说，他是增加去不去什么去不去玩那个的出不出去啊？不去，不去，不行。但是我对他没有这个没有说不去。没有这种啊，我跟你说啊我不去，就是应该是这种就比较随便的，但是可能我觉得如果是别的成员的话可能会理解不去，可能理解为老子不行，可能是这种，就是给我的滤镜是那种滤镜，但其实我只是说我不去，但是他们听出来就是老子不行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哎，有区别的呀，所以我经常就是，如果有什么大事的话，一定要就是语言交流，而不是在文字上交流，因为文字上我发过去，他们就会带着滤镜想象我的语气，但其实我根本就没有这种语气。就比如说那个灵芝讲的我拒绝他那个
那个助演，就是我其实跟他讲的是说，就说我现在我伤比较严重，我可能我就是我跳不了那么多首那么多歌，然后我就拒绝了他嘛。然后他看来的可能就是我不想去。就是当然他可能讲了，这样讲出来更加有 MC 效果了。哦对，他抱歉，不行哦。其实灵芝是能分出来我到底有没有胸的。下次一定，你明年的圣诞我一定在。你下辈子的圣诞我一定在。这是什么啊，呸定。等下辈子，哦，现在就赶紧投胎，现在来得及吗？哦，曹丕，哦，好像我怎么从小练的曹丕呢？可能我们川渝人就是这样吧，就是带多多少少带点口音。今年还有一场，我还有一场呢，也不知道在争什么。你也想办？现在投胎转性还来得及哦。希望你生个好人家，希望你是一个女孩子。拉完票，我拉完票应该都拆完了吧？到时候应该都很晚了。拖到明年，那到时候看吧。万一有就是特殊情况的话，其实是可能是会拖的，无所谓啦，能办就不错啦。9点结束，那我觉得应该到时都不用拆了。反正又不只是下周一周拆嘛，你们可以后面继续再来嘛。还是说怎么你们要在我拉票的当天当面给我表演就是发个大点，拆个大盘吧。诉说刚才拉的多好，拉在剧场。不慌啦，之后再表演也不迟啦。拉票拉推拉的拉，推拉门。你们家的门是什么门？我们房间的门是什么门？无所谓，老九门，透明柜门，真假了？你已经透明了吗？直男没有柜子哦，直男衣服都是摆在外面的，看，算了，不能看，
我都是衣服挂在外面晾着的。新门。感觉是谢菲菲能说出来的门，不，说出来的话呢？哎，不是，你说的柜子和我说的柜子是同一个柜子吗？你说的柜子和我和他说的柜子是同一个柜子吗？衣服都不穿，穿件衣服吧你。我跟你们讲，连连讲之前跟我讲了个，就是被我说神经病的一件事情，就是我在那里唱，就排练嘛，然后他在那坐在那儿，然后我又唱着歌进来，然后我唱，我在等你的电话，然后他突然，喂，曾佳，然后我就看着他，我不知道，我说啊，他说，然后他说你不是在等等电话吗？我给你打了。我说神经病，他每次接梗接的让我很无语，但是又很好笑。所以说我很喜欢和谢飞一起讲 MC，我觉得他人很有趣。重现一下，有什么好重现的？跟他一起讲 MC，有无数的新梗可以诞生，根本不用讲这些旧梗，我直接直播讲出来就差不多了。还有一件事，但是我没有想起来是什么事。哦，我想起来，我讲过的，就是我把那个发卡攥在手里面，我让他摊手，结果他揭开是这个，然后他很无语，然后完了之后，他就从裤兜里面掏出来一个，他说让我接着。也套出来，又是被我骂神经病。他真的很有趣。好梗，连连讲。烂梗，连连讲。你对你舍友用过，怪不得你有柜子。这个活太烂了，就是，整了个烂活，就是太好了。哦，这个活整的有点好，哦，整的挺好，就是有点烂。你刚刚不说你有柜子吗？这还没柜子，我不信。啊，怎么又是拉夫烂又乌呀？受不了了！我歌单是没有别的歌了是吗？我是放的随机吧，随机呢。我没有其他歌单，我播的就是我喜欢。基本都是直男，我不敢空口定见那个取向哦，那可不一定。谢谢 Cans Again 送的45个元宝，怎么又开始拉了呀？别拉了。懂了，你的个人喜好可能就是给室友展示你的爱意吧。原来你是拉。小拉，
好了，不要再说吃饭了，不要再说吃了，又拉又吃的，我真的是。好了，我下播了，我要去吃了，我要去吃魔芋面了。再见，告辞，你们该吃烧烤的还是可以去吃的啊。拜拜，受不了了，实在受不了，我太饿了，再见。刚刚什么呢？